恭请方丈和尚慈悲开示，大众自诚离苦和尚三拜。阿弥陀佛。
比丘尼长老来，我们也可以嘛，比较好的一个接待，比较好的一个接待，就是比较好的生活，我们来讲做这个度。那给你人最重要的说明介绍菩萨的任务，在大智度论，大智度论是讲呢，百姓不高，这个龙树菩萨、龙树菩萨的经典之作。龙树菩萨呢，是讲百姓不高，在我们八宗，我们中国佛教也称为这八宗的共主，每一宗派，拢必定会非常的恭敬这个龙树菩萨。那龙树菩萨内底呢，有这个大地道论啊，大地道论是咧解说《大不遮经》，也是一部非常殊胜庄严的经典。大智度论是在解释《大不论经》的。那么其中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，最近是不是在看《大智度论》？也看得感触很多，也很感动。他说的菩萨过，菩萨就经过经轨。修行经过了声闻的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别无余事，都无其他代志通好做，为庄严国土、利益有情两件事情。好，这句话呢，伊咧讲的是菩萨呢，伊一定伊的修行殿堂，就是圣者位的菩萨，伊的修行殿堂呢，伊经过的阿罗汉。甚至经过到这个辟支佛的境界，你对世间的一切不再留恋，也不再看烦。唯有两件代志是菩萨必须要用心用功去完成的任务，这是佛陀告诉菩萨的，菩萨也自己知道应该这样做。第一个庄严国土，你必须要这个依佛庄严，和大众在这个道场，在这个环境。感受着修行的气氛，感受着修行的力量，这是菩萨的任务，叫做庄严国土。那么庄严国土对啦，为佛教安置，庄严国土为对一项开始做起。这个庄严不单只是咱看到环境的庄严，这个庄严是这个环境有佛法，才叫做庄严。此环境若没有了佛法，那不叫庄严。也因为呢，落在这个世间上，咱来以道场来讲，咱阿妈比嘛比袂过中风路的这个环境的好，阿妈讲嘛比袂过这个国家机关的所建立的这个，比如说博物馆，哦，比如说美术馆，当然那设施各方面超越过来，但是唯一可惜的呢，一个看好的环境来说，它没有了佛法。所以菩萨最庄严的叫做上好庄严。菩萨所庄严的是咱的上，三十以上八十种好，这个上是因为咱的内心发起的菩提的正念。所以咱的上好庄严的是根据在咱的佛法的底根去庄严的咱。所以菩萨怎样？菩萨以佛法自庄严。菩萨呢，不依世间法来庄严自己。菩萨是以出世间法的地位来庄严的，咱自己的内心。这叫做菩萨的庄严国土。所以庄严国土呢，必须要这个环境，道场庄严，佛法庄严，叫做海久安宁，法轮旋转，国土才庄严。他是讲不国土庄严呢，他没有条件，没有资格称为菩萨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大乘佛教呢，要有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来自的十方菩萨。每一菩萨所代表的是他庄严佛土之后的怎么办，里面有几个经，里面有几个经，菩萨的第一经。我们刚才说的方面，用一核心一个结合核心理语算法，其中一个用于披沙分身，得到一个叫披沙分身理说。披沙分身是咱四大天王，其中的道门天王。
所以一比三分心，你多加一克比三分心，你会晓得比三分就是代表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以多闻天王来第一尊，四大天王是以多闻天王来领导大众。所以呢，以一比三分心呢，就是代表的四大天王。所以观世菩萨买按四大王心来度化这众生，也按菩提心，也按辟谛心。很忠忠心，你有所的落面的啦，利益殃及。那个大地不是属于菩萨的，以很切不及殊。每一尊要来这个世间成佛的人，他必须经过文殊师利菩萨的啦，堪应告法。文殊师利菩萨告法，万为切不及殊。万为切不及殊的最重要观念点在哪里？教他们发菩提心，教。成佛的人能有发菩提心，才能够利益众生。大恨普贤菩萨，为什么是大观呢？观念这观，你最大一个众生的观念里头，愿为众生做忏悔主，在一切众生忏悔。所以各位人用心去上殿拜忏，那每一步忏法，无论是六方波忏、三昧具忏。这些那呢，有时波长，然后就分唱法呢，弄个是叠加，破门菩萨的相法光明，相下光明，何要离情？普贤菩萨，这是普贤菩萨离业究竟的观点，离定诸佛千载如来，乃至忏悔了诸，恭修九路忏悔了诸，这就是十大愿望。众生呢，众人犯了恶业，受着种种的恶报，种种的罪业，无人愿意替你来做忏悔，来为你消灾解厄，文殊师利观，好恨菩萨，愿代众生忏悔。所以，咱啊每一礼拜，每个礼拜三啊，大家在共修八十八部的时候，也会一起到普贤菩萨。当我们内心有种种的烦恼不如意，乃至我们有种种的过失，我们可以在普贤菩萨面前什么发落忏悔。那唔敢讲嘅代志，那用普贤菩萨来说明，地主摸摸一烦恼一怒气，烦恼种种罪业，愿在普贤菩萨面前求爱忏悔，愿普贤菩萨为我消灾，你的恭敬天神。佛文菩萨观地里面是，这个是以所言的所在。所以这佛文菩萨为什么他要以六牙白象来代表什么？你一忏悔了，你就清净，清净的在哪里？六根清净。所以以六牙白象来代表了六根清净。只要你忏悔了，只要你愿意用功了，你六根文解皆清净。你六根文解不再了解对世间的色声跟缘觉法。每一念头拢是清净的念头，每一念头平无起的。众生的最难、最困难修行，说的呢，保持正念。所以，什么菩萨一直讲，一切法在恭敬中求，一切法离开了恭敬心，一切法不得成。一切法离开了恭敬心，一切法不得成。所以，为什么刚刚要教导各位，我们在称那尊者，这就是一种恭敬。我们就是以十大尊者为我们修行的德，我们不敢藐视，不敢轻忽怠慢。所以为什么一切法在恭敬中求？那么观世菩萨当然很大慈悲心，大慈大悲啊，救苦救难，福大灵感。那观世菩萨呢，一声声救苦。有困难的所在，就观世菩萨来现前为众生来引导脱离的苦海。这是咱观世菩萨伊的观念。那么地藏菩萨除了呢度尽地界的众生以外，在地藏经内底，所以就同时在道里天说法。伊就用地藏菩萨来讲，
在世尊的涅槃以及跟弥勒菩萨的出现在这个世间这段过程的时间啊，如何出世，请地藏菩萨呢来承担着如来的加持，教化众生的起步，就交代地藏菩萨的修行。所以为什么四大菩萨为地藏王菩萨现出家相？它是有意义的。一切的佛法托付在身，托付在比丘。所以菩萨地藏王菩萨现比丘相。所以地藏王菩萨呢，伊几乎非常的重大，伊教化众生，就教化众生最重要的对，孝顺。地藏菩萨代表就是孝顺，恭敬孝顺。所以菩萨界第一进步，以孝顺为顺，该怎之道？若一个违背孝心的人，一个无恭敬心的人，佛法对来讲毫无作用。所以为什么要学恭敬？为什么要学孝顺？你不恭敬，你就傲慢。一个傲慢的人，佛法怎么可能改造他？当你要愿意改变，你必须先破除你个人的傲慢。此傲慢是累劫的习气。这个摸板心说：“阿爸，我干嘛安住啊？你不干嘛吗？”在你的视频当中，真的参详哦。书墙的讲起了一个故事，那大弟弟要大肚皮，我第三弟啊，伊无感觉第三弟真吵。咱安尼平常时啊，咱伫市区啊，伫这个山顶空气真好，咱只要经过就低调，咱就哎呦臭味哦。可是大弟内底人并无感觉，佛陀真正在阿含经内底话讲，众生无亲就参像西海潭的遐潭啊，臭味摸啊，伊感觉真香啊，佮伊迄个。伊个生活环境，无想要离开啊！咱只要若经过着这个西下，闻着这个味只臭，咱就赶紧了嘛，想办法赶快离开啊！当我们知道了佛法，当我们世间知道是染浊的，我们应该有那样的一个智慧跟力量，赶快想办法。这才是菩萨利益有情的方法。所以呢？在修行的过程来的波罗展现出去，修行是每个人的任务，不是只有出家人要修行。出家人本来就应该修行，出家人再不修行，你愧对三宝，你没有办法回报十方的信施啊，地罪难消啊。但是咱在家的修行，在家蛮难修，在家何样修？你这个猪牛好不？为人一世人。拍拼着为财富，拍拼着为名声，为一切一切的名闻利养，到尾终究的一顶卡。所以修行是为了什么？修行是知道世间种种的考验跟磨练。我们知道世间无常，我们知道世间种种的考验，知道它是痛苦，我们要坚持。但是这个坚持到最后是得到解脱的。我们不需要追求世间的名闻利养，我们更应该超越对世间的仇恨，我们更应该超越对自己在生活上的一切境界考验。为什么要观理康清净？观理康清净啊，最根本的条件就是你有恭敬心，你就放下的修慧修行等啊。就是能够管理好你的情绪，管理好你的情绪的最重要的根本条件是什么？没有了仇恨。立化之间，大家都是这样，依法相会，我们以法相会就是法会啊。化解无形，人家南无阿弥陀佛，人家只是在唱法会的一个过程，叫做法会，是以法以正法聚在一起。持道场为庄严国土第一有情，这是在《大智度论》这里面啊，师父来看到了《大智度论》里面啊，这样的一个内容，有深受龙树菩萨这样的高超的智慧。来看经论的时候呢，我那时候就想了，
要找个时间，好好的跟我们在座的法师、跟我们居士大家一起来分享。菩萨经过了声闻辟支佛，别无余事，唯庄严佛土第一有情，直至成佛。所以菩萨呢，基本都无三十遍。菩萨的内心本愿就是要庄严佛土，就是要第一究竟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才是他成佛的资粮。离开了庄严的国土，离开了一切有情，你成不了。所以世间本来就有种种的考验，种种的考验跟坚持，虽然它是痛苦，可以说是很辛苦，但是这个辛苦过后呢，你才能够成为人上人，你才能够成为什么样？天中尊人。那叫我都参求这个佛印禅师跟娑婆婆所讲的一句记性，何公教百千，百公吹不动，端者居古人。百公吹不动，端者居古人。所以呢，作为天主、天上人、天上尊，咱就必须要有迄个菩萨的底价甲地，所以咱现在要搁在为凡夫修行甲修行这条道，这条道路你称它为菩萨道。菩萨道要经过声闻，要经过辟支佛，我们也要坚持的对修行的努力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蒙受佛法的滋润，你才会想要远离种种的烦恼。远离了种种的烦恼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跟自在。好，今天呢，用了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分享，也祝福各位早日成就道。阿弥陀佛。